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植物大战僵尸 beta 版本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里是写的1-5，但是我不知道我1-5过了没啊。好的，这里出现了3个豌豆射手。你好，我的邻居啊，我知道你叫戴夫啊，叫你疯狂的戴夫。OK， 他说有一个惊喜要给我们了。清理一下草坪。OK。开挖，挖起。好的，他要给我惊喜了啊！我们一起来玩保龄球啊！经典的保龄球关卡来了。好的 ，OK。他确实疯了啊！之前玩的前5关，我发现这个 beta 版本好像我还没有看到它困难的地方啊，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发现啊，现在依然没有发现它到底难在哪里。而95版的植物大战僵尸大家也看到了，从第一关开始就非常困难啊。你看这个僵尸出量也不多啊，这一只一只的来，你看这么多保龄球给我们用，你看它还是一只一只的，我这保龄球都已经置顶了。很奇怪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这个怎么跟正常的原版植物大战僵尸的难度差不多。现在只是发现了植物有点不同啊，例如豌豆射手可以射出来西瓜，还可以发射篮球，对吧？暂时其他的地方我还没发现有什么不同的啊。我们继续，你看这难度，这就是原版的难度嘛。这保龄球根本就用不完，看见没？我还用得挺快的，这传送带来的保龄球还特别多。 So easy 啊，这个保龄球也 so easy。 你看，大家看一下我存了多少个爆炸坚果。哇，这僵尸招得住吗？招不住啊。好的，一大波来袭，我感觉很有可能我们都不需要用这个爆炸坚果啊，这个炸弹坚果我感觉都过了，除非他跟我最后全部都变成了爆炸坚果，那我不能不用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 so easy 啊，什么情况呀？看，马上就被瓜牛哥刷的全部都是爆炸坚果。哎呀，只有一个普通的了啊，现在只有一个普通的了，其他的全部都是爆炸的了，是不是我说的吧？这难度爆炸坚果都不需要用到，直接过啊。好的，我们期待下一关吧。 OK，出来的一个瓜牛哥喜欢开始存钱的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土豆雷。好，这一关出现了一个撑杆僵尸啊，朋友们，撑杆僵尸。好的，我们这里种向日葵啊，这一次我们把向日葵种到最后面啊。这个土豆雷呢，我们随便种一路啊，随便种一路，哎。坚果墙那我们也提前种了吧啊，坚果墙提前种了啊。好，他来最下面两路了啊，这个很难受。我们土豆雷应该可以长起来啊，我们土豆雷应该可以长起来，所以说我们这里土豆雷伺候啊。我们继续种我们向日葵，没有毛病啊，就这样存钱就行了啊。好的，这里来，
怎么的？这里也送你一个土豆雷，可以不？可以啊，没毛病。来，好的，上路来了一个路障啊，看见没？直接将它暴毙。来，你快，你快，快！哎，杀完了，我们就赶紧重启啊。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形势，这里我们种到前面去啊。这里种这里吧。好的，这一路就把它拦住了啊。哎，上面这两个僵尸走的速度差不多啊，我们再给他们送一个土豆雷。哎，我发现了啊，现在的僵尸变得有一点小多了啊，但是问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问题不大啊，问题不大。这两个走路速度好像不一样啊，感觉有一点玄乎啊，朋友们。来，这两个人走的不一样啊，速度，我真的是心态崩了呀。好的，来了一个撑杆啊，撑杆跳，没有毛病。哎，哇，这撑杆我知道了啊，这撑杆有一点，哇，它可以跳两次，这不带这么玩的兄弟，它可以跳两次，兄弟们来让它提前跳了，哇，居然丢车了，真的是防不胜防啊，朋友们，这一波是我不知道这个撑杆僵尸它居然能撑两次杆，哇，他还跳得老远了啊，朋友们！失误啊，失误啊，这一波失误很明显啊！哇，这个撑杆僵尸有一点凶啊，有一点凶！炸！来来来，让他先跳！哇，好凶残啊，这个撑杆僵尸啊！我得好好防一防了啊，这个撑杆僵尸不好弄了呀，朋友们。哇，他吃东西的速度还挺快，这是又要掉车了吗？哇，又丢了个车。哇，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撑杆僵尸，这撑杆僵尸是这个 beta 版本的一个惊喜啊，直接让我们崩了啊。来，这最上面两路一定得防御好，哎，没有问题，过是过了啊，这一关我们还有一个樱桃炸弹 ，say goodbye。好的，来了个寒冰射手，不知道这寒冰射手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攻击模式啊？哎，他这里有说了啊，有减速，然后每15发连发5发带兵，哎呦，这个。字看的有点奇，这个描述看的非常奇怪啊！哇，撑杆，这次我们要好好的防御一下这个撑杆僵尸了啊！哇，真的是没有想到，这土豆雷怎么用呢？这波随便中了吧。这次我们要寒冰了啊！我们可以发育一下寒冰射手，我们把寒冰到时候做了最后一排啊，哪里？好的，你这里有土豆雷，有了我们就中啊。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，这撑杆僵尸确实很厉害啊。我们把这个刀坚果尽量放前面一点啊。哎，西瓜非常漂亮。嘣！存点钱啊，第一路需要豌豆射手，这一路还没有。这一路还什么都没给，来一个寒冰射手应该可以搞定你吧？我发现了啊，现在我们的钱已经不够用了啊，
这个樱桃炸弹我们留给突袭的那一个叫什么来着，撑杆啊，留给他。哎，现在难度起来了啊，我发现了现在的难度慢慢的起来了。哎，我们的这一个来了啊，来了啊，存150，存150，直接炸弹两个，砰，漂亮，又来了啊，又来了，他一跳，看见没，两跳，哇，他可以跳好远，朋友们，他这不只是两跳的问题，他还可以跳的老远呢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全来了，朋友们，让他提前跳，哎，让他提前跳啊。让他提前跳，对，没毛病，朋友们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每一路都是一个寒冰射手配上两个豌豆射手，我感觉这攻击力应该是足够了吧。给你吃土豆雷有了。哦，这坚果墙我发现了啊，这坚果墙好像它被咬完了之后它会爆炸啊，朋友们，嘣！哎，这不算踩雷吗？好家伙，没问题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向日葵去现在不，暂时不需要这么多了啊，暂时不需要这么多了，来提前跳。哎，没让它跳成啊，没让它跳成，问题不大。这坚果墙的 CD 好长啊，来，你想跳，砰，炸掉啊，直接炸掉，来，让他提前跳啊，这不让他提前跳我们招不住啊，再跳，漂亮，两个人一起跳到前面来了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尽量让他们提前跳啊，好，弄死冰柱，哎，冰冻了啊，这个来了来了来了，来，让他们提前跳，这里我们这一个花可以让他们走到一起，然后直接全部炸掉啊，可以，来，这个坚固墙我们就种到最前面了啊，让他跳跳，再跳，你动，再跳，来来来，难度起来了啊，我发现啊，这个贝塔版本自从这一个撑杆僵尸来了之后啊，这个难度就起来了啊，瞬间就爆炸了这个难度。但是我们这个阳光我怎么感觉用都用不完的一样啊，哎，跳，蹦，哎，漂亮，直接被我们土豆雷给炸了啊，来来来，往前面实顶啊，植物反正我们现在钱很充足，来来来，你跟我提前跳，我现在钱非常充足啊，朋友们，来咬掉，哎，咬掉，咬掉我就再种，哎，就这么简单，可以啊，最后一波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还有一个樱桃炸弹 CD 也马上好了，来来来，往前面顶就行了啊，这个顶，跟我往前面顶，来，有什么种什么啊，有什么种什么，直接顶住就行了啊，让他跳不进来，没毛病，哎，有什么种什么，往前面直顶，全部种满，我看他能跳到哪里去。这里是多少关，这里没写啊，这只写了版本，来吧，樱桃炸弹准备就绪，哇，齐刷刷全来了啊，这没地方种啊，哎，嘣，漂亮，完美通关，没丢车啊，这一波没丢车，我们已经做好了提前的准备，因为哇，之前前一关不知道这个撑杆僵尸居然如此凶残。好的，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植物，大嘴花，大嘴花250阳光，它做了什么改版呢，不吞僵尸了啊，它不吞僵尸了，对前方三行一列的范围进行撕咬，估计是这个意思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光头哥，帮光头哥视频多多点赞哦，下一期视频
我们再继续吧，拜拜。